我们要恢复大明江山。你想造反？鹰犬当道，少林末路。我要将少林寺、少城平定。俗家弟子宁死不屈。东夷关方志玉、吴桂贤，他们躲在什么地方？快说！他们就在老百姓中间。未怕刀山火海，只要我们有一口气在，我们还是要干下去。但愿以身报国，成人取义就在今天。少林子弟，5月22日天映经典频道首播。